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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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这特效 key 很好哎、欸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陈宇，我是花石卓毅。对，他刚刚讲英语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听。又在乱讲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要来拍的是我们的梗图系列。那今天我们的梗图是我们的 FGO 梗图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鼓大指的。哇，没有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梗图系列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就是按订阅、分享这样子。那如果各位想要投稿的话，我们自己连结会有 DC 连结，记得要放这样子。Yes。原来是卡兹啊！哎呀呀呀！噔噔噔噔噔！又看了，太好了！我连个梗都懂了。哎，顺带一提，那个我日服的 FGO 泳装池上下池都抽到五星的，剪掉，一个是二十抽，一个是一抽，剪掉，谢谢大家。太多啾啾梗了吧？这个也是啊。原来是空调备药五副的部分呢、啊。备药太郎，备药太郎，备药太郎，快要你无敌了！快要你无敌了！一吧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沉醉于我的歌声呢？有没有沉醉于我的歌声呢 ？Miss 哦，米全是 Miss， 我看出来了。有没有沉醉我的歌声呢 ？Miss 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三个就是这样。没有。台服出了吗？范谷。早就输了，大哥。哎、欸，那我应该也抽到了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就是偶尔跟。现在，然后下面开始云啊，云啊，还好，现在云算了。现在我们拍抽卡影片，还好吧？因为现在都我就跟你们讲啊，现在台湾还在玩 FGO 的 YouTube 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对， DA、我还算是会跑活动，看他靠着生活哎、欸。哇、像 AJ 已经不知道多久以前没跑活动了，然后跑剧情啊，啊，我是活动跟剧情都会跑，角色还是很吸引我啦。有时候还是会想抽，很烦哦，我戒不掉，戒不掉 FGA 好烦啊！哇，好赞，好赞 ！Master 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 Master 什么？我知道。啊，这个梗是什么意思？来按下一页。我原本就是，然后下一个。哇，哎，不是，你们不能因为光线一样就，对，你们不能因为光线是这样打就这样子，这很多角色都可以好吗？没有没有，只有他特别香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FGO 世界是要开摩根池不去扫墓的我，没错，我要把阿公作为祭品，召唤摩根，打、啊、死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阿妈。Spy Family 确实是吗？声优梗哦，声优梗，原来他也是早期杂志配的。他是啊。哟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展现出了我才是真正 FGO 玩家，为什么玩 FGO 不会开声音？干，屁啦！真的，很多人玩 FGO 都在开声音。哇哇！哇！他说你的名字说出来了，微博，然后啪这样子，没错，成功好可怕。男厕女女，哎、嗯，哎、欸，没错啊，男厕女厕，是女生不能上厕所而已。哎、欸，那个是女厕。哎、欸，如果懂 FGO 梗的人，他一定会认错。他们一定会不知道该不该进去。就是，哎、欸，这是骗我啊！这应该是男厕吧？哎、欸，这是女厕吧？可是它上面是阿福啊。对啊，不行奇怪、欸，对，没错，谢谢大家。FGO 女主日常，前辈突然倒下，医生没有恢复，前辈枕头旁出现的三杯，哎、欸，确实、欸，哎、欸，如果以马修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马修没有进入梦乡的话，确实是啊。前辈忽然没有意识了，前辈睡着了。前辈旁边怎么突然出现圣杯了？怎么一大堆东西？哇，怎么多了一个虫子？怎么去哪里招了来一个女生？但是传一千开，哎、欸，怎么又出了一个虫子？传一千来，虫子打你，这样子。阿甘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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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特效 key 很好哎、欸。提气干嘛？
好，阳光烈焰的概念。没有，就是吸收，有没有吸收？吸收，对，阳光烈焰，对对对。花京院什么意思？果然要去埃及了吗？对对对对，请让我一起去吧。对对，卡 Q 一，来下一下一页。果然要去日本了吗？ 我也要一起去同行。杀生宴，杀生宴，这一个是真的大澳前一模一样的哦，真的、啊嗯、还有一模一样的台词。哇，日本版刚出的时候大家玩疯，因为他写的是一模一样，然后那个选项就是写 Say Showing。 Wait a minute, what the hell? 因为我们玩台服其实看不出来。对、哦、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哦，少了一点那个味儿，少了一点味儿啊。他是咧收你哦，看谁哦哟你，出奇米哈拉我，帕托鲁帕托鲁。小贝应该会把这个记下来。这点 P 的真好。一组街机版追加了颜色变化功能，然后颜色变化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么酷哦，好像是能换成和平常不一样的颜色，印象也会改变不少呢。挺有趣的，那天才有什么颜色？我的样子则是这个的，真的会被骂哦。它这个可以换成金色吗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我没有在关心，为什么机器版可以换颜色？为什么本家不行？啊！你们这群家伙，别老是用，老是把角色和声音关联到一起吧。这句话不能讲喽、哎。你就知道这个放多久？我是大义，我可是纯爱。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前的名，就像是没错，帕特鲁大军。帕特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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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名来啦！地名来了，快跑！维甲的黑贞德，皮肤苍白，只有衣服黑的版本，真理只会用火烧的，不会被火烧。傲娇中二病，会写字和画漫画，很可爱，比重整更像你老婆，全家里最好搞定的人，确实真正的黑贞德，完美饰演遭火刑后，真的变得十分成熟的样子。黑熊不在，黑熊不在，他也看不懂，我已经看到黑熊了。哎、欸，黑熊怎么在这里？不会，他看到这边就会笑。他管他左边是什么？我操！对啊，哦，好好好看哦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猜不出来了。作家，作家，作家，算了啦。叫什么？指示部啊，指示部了，干，好好看哦。真的，奥伯龙异常被迫害现场。我要黑贞德，我说我要黑贞德，完美。原来是被烧黑的黑贞德啊！哇，这个就是那个吗？可以换皮肤颜、换那个颜色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太靠腰了吧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伊莎白二世。哦，靠北，我知道了，真正的伊莎白二世。哎、欸，不是那个，哎、欸，修正姐姐，哎、欸，这旁边还有两只狗，好可爱啊！没了没了，三杯啊！三杯！哦，真的是小蓝，加油加油！我操！来，各位观众，时间没很有，欢迎大家观看，订阅喜欢，记得去订阅片，按照我分享，最多是 quick。那记得也可以去看我们其他的 VTuber 的所有影片，那我们就下面见，拜拜。